首先，女子要将丈夫的父母亲人都当做自己亲人一样看待，因为与我们的丈夫相爱，没有他父母的养育，哪有我们的丈夫？所以，以这份心去感恩自己的公公婆婆，这要尽孝就不难。包含丈夫的兄弟姐妹、长辈，这个都是对他成长过程当中非常有恩德的人。 那夫妻是一体，都要一同孝敬、尊重。这个理想明白了，就不会因为丈夫的亲人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而产生这种分别的心。夫妻一体，丈夫的父母、兄弟、亲人，通通是我的亲人。而我们人的眼界要宽，不能只看眼前，争眼前的这些小利，应该要重意才好。我们今天能孝顺好父母。 团结好丈夫的兄弟姐妹，留给儿孙做好样子看。我们跟丈夫同心，把孝悌演出来，下一代的儿女一定是孝悌传家了。不要看眼前一点钱，计较对父母的奉养，计较对兄弟的帮助，那很可能下一代就无情无义，就麻烦了。